外线呢，也是出手非常频繁的一支队伍。对，有火花了，好像对，有点杠上了。结果陈立焕没有主场上，没有主场上，到底是主场上还是明星上呢？杰哥也开玩笑，对不对？哦哦，我们要先犯规了，然后他有先犯规，对。后面这个双手一推，还是被吹了犯规。对。两个人都念念有词，都希望可以帮自己获得最好的利益，这样对。立焕也想证明他来到新东家之后也有这样的身价。